服务观众。三二一，请投票，请登上黄金舞台。只要你有梦想，我们就在这个舞台等着您。是金子总会发光。金光闪闪亮，金光闪闪亮，金光闪闪亮。就算站在川流人群，无法掩盖你的声音，只要用心倾听，只要用心听，新的旋律就会响起。只要足够勇敢坚定，这个舞台就属于你。用最真诚的声音，用最真诚的声音，演绎生命中的热力。我就要金光闪闪，金光闪闪，金光闪闪亮。是金子就会发光，有梦想就灿烂绽放。金光闪闪，金光闪闪，舞台闪闪亮。这就是你的主场，请你闪亮登场，绽放耀眼光芒。金光闪闪，金光闪闪，金光闪闪，金光闪闪亮。征服观众，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黄金舞台，放出精彩！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每一次录制节目都会有很多的收获，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会学到什么样的技巧呢？拭目以待。看来妮娜同学是一个好学习的同学，没错。今天我们这些登场的选手呢，又会带来全新的才艺，希望你认真学习，好好观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赶紧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抢先一百秒。大家好，我叫扯铃王子陈曦，抖空竹已经15年了。空竹不只是年纪偏大的玩，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去锻炼身体，去全身心去玩，去强身健体。掌声欢迎刘晨曦，欢迎。帅哈，古老的空竹玩出新时尚，是的，对不对？咱们现场的朋友喜不喜欢，请投票。投票结束。哇，91分，对，果然厉害，大家都很喜欢。别称啊，叫扯铃王子。刘晨曦呢还是国际空竹双项目的冠军，现在呢是 IDA 国际空竹协会的裁判兼教练，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空竹的老师。是的，是的，教了好多小朋友，对吧？其实我教过的学生有3岁的，也有中老年，就是每个年龄段都有。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就是传男不传女？没有，就是、没有是吗？那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场也有一位小朋友，好奇心很强，也想学一学空竹，对吧，妮娜？别控制了这个太难了，我上一次其实试过一次。你之前都接触过了，给老师展示一下你之前的基本功好吗？没练。1、2、1、2，哦，转起来了。哦，有点这面条的意思。哎，好，扭起来了。对，好，哇，上下鼓动起来。对对对对对，练过。对，当然了。老师可以教他一个帅气的动作，好吗？最帅气的又实用的动作。这跟我做的一样啊。空竹先加速速度，然后之后呢，把这个打开，然后一从外边过去，二是回来，三挑灯。
魔术扣。我没看懂，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一、二、三。哇、哦，这个厉害了！来来来，进来来一下。哎，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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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了。下合手。哎，对对对对对。然后手握一只手，抓后边碗，吹吹。刚才是你多做了一下，所以就没解开。换一个新的，换一个新的。他不喜欢魔术，我喜欢技术含量高的。抛高，啊，可以可以、啊、可以，抛高。两手合上，一二三，双手打开，伸直。啊，这个简单。哦，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对对对对对，来，咱们挑战升级哈，增加点难度，台上台下咱们互动起来好不好？可以，下边可以接，好不好？来来来，这敢挑战，美女，敢不敢接一下？这看你的准头了哈。加油啊！俩手打开，你应该是跟我的是一个方向，对。然后手撑直，然后右手举高。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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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次试这个动作，是吧？好。也许就是你最后一次了。来，三、二、一。哇！哇！抛回来，抛回来，来，再抛回来，一二三。哇！好好好玩吗？好玩好。今天在黄金舞台上，才充分体验到空竹这项运动的魅力。其实他不应该一个人玩。他应该全场的人一起玩。哎，我觉得抛空竹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我们一块去玩的一个游戏。可以。你看现在大家都特别喜欢玩飞盘呐、啊、这些游戏，我觉得也可以玩玩这个哦。也可以玩出时尚，对不对？可以拍出那种很酷很潮的感觉。对对。最后教我们一个比较酷的、比较帅气的动作，好不好？一定要帅哈！现场要打分，觉得这个帅、酷。然后你才有资格去挑战黄金舞台，好吗？好，大家一致否认，然后你就淘汰了，好吗？我发空竹，妮娜姐姐抽，是吧？这么难啊！妮娜，我相信你会做到的。哦哦，这个表情。刚才一拽上了，跟上鱼了似的，钓上来了。哎呀，天哪，我可太厉害，太优秀了。老师，您在哪儿教学呀、啊？在公园，在广场。我如果到不了现场的话，有没有什么视频教学？这个空竹一定是现场教学，然后它有这种运动感。就如果网上只看平面的话，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太好，所以不太适合上网课。不太适合上网课，对。但是我看这个小刘老师的资料啊，在全国100多个城市都有表演过。差不多。差不多。为什么喜欢空竹这项运动？我从小学。就在体育课上玩空竹，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你用的是坚持这两个字，对，说明这个过程也不是像想象的那么轻松，是吗？因为我不是跟其他的杂技演员一样去要练这个项目去要表演，我一开始就是想能让自己开心，能够锻炼到自己，到现在也是，我觉得这空竹能带给我乐趣。那我能理解现在空竹是您的本职工作了吗？对，是你工作的全部的内容。对，都是跟空竹有关。是的，对吧？那你看这种玩着玩着就全身心的都投入进去，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小时候自己也没有想到说一定就是说长大了之后就是靠抖空竹来工作，是不太想象的。但是一路坚持下来之后，我觉得空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自信心，能够带来一些娱乐，又能锻炼身体。我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到空竹，不要去抗拒它，觉得它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只有退了休的人在玩。空竹其实人人都可以做成一个健身的项目。掌声送给小刘老师哈。我觉得刘晨曦他的自己和空竹的这个故事啊，恰恰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看到这个小刘老师
他和空竹的故事也许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接下来就是挑战我们大舞台的时刻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100秒，倒计时开始。谢谢刘晨曦黄金100秒的表演。好，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弹幕。斗空竹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收尾帅，把自己的爱好当职业，非常棒。原来空竹也可以玩得这么潮啊，技术流，帅气，祝福成功。看的都忘记写弹幕了，这不是已经写上了吗？太帅了，马上买空竹学起来。我确实也想学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空竹不光是表演了，他这么跟我们一互动吧，就感觉我们真的平常也可以玩起来了。除了强身健体，而且很具有观赏性，那刘晨曦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呢？黄金大幕请升起。应该算是信心十足了吧，很自信，是这样吗？节目很自信。来吧，我们一起看结果好吗？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3、2、1。挑战成功！祝贺刘晨曦，加上额外的5分票数，总成绩是99分。继续加油！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空竹表演者可以把我们的空竹焕发出更潮、更新的生命力，好吗？谢谢，谢谢，再见。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大家好，我叫范海林。今年70岁，来自山西太原。因为他们说我嗓子非常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练歌，没有间断过。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唱歌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也能锻炼自己的心身。满天的星星一颗颗明，这里头跳着就是妹妹你。嗦啦嗦啦啦啦嗦啦，在摇嗨，敲不啦打一摇嗨，杨柳叶东家跳起，一里咕咕一里咕咕摇，一摇摇一二摇摇，官兵登着马家来，七里里巴啦啦啦盖子，哗啦啦啦杨柳青摇嗨，七里里巴啦啦啦
盖子，哗啦啦的幺六七哟，嘿！掌声欢迎挑战者范海林。您好，范大叔您好，欢迎来到黄金一百秒啊！开场唱这个歌大红公鸡毛腿腿，这个歌呢很多朋友会很熟悉，范大叔唱的怎么样？咱们先看看初印象。好，来请投票。哇，93分，非常不错的成绩，额外的5分加分哦，祝贺祝贺！谢谢谢谢，你看。老范大叔很淡定，获得5分加分，没满足。老范大叔今年，我今年70岁。70岁，但是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这老范大叔以前可不是专门学唱歌的，据说这个以前是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人，对吗？我是退了休，是养过猪，完了也不养猪了，在我们的单位当了3年的保洁员。就是打扫卫生。保洁员一般不都是女的吗？我那个不养猪了以后呢，我们单位我们的主任就跟我说，范师傅你来咱们单位来打扫卫生吧。那会儿是两个女的打扫卫生呀，我们那个是一个窗口单位，必须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说是你来吧，你一个人挣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哦哟，那说明还是工作能力强啊。对呀，你看这老范大叔之前养过猪当过保洁员，但是你看这歌唱的还挺好的哈。那怎么练歌呢？都是什么时间呢？比如说养猪的时候下了班才练吗？养猪的时候没有练过歌，不养猪了才开始唱歌。哦，不养猪了就开始。那会儿可能太忙了。确实是忙，养了8年猪。那个8年猪你想是很不容易的，365天没有一天休息日。我还以为练声是养猪那时候练出来。没有没有，是不养猪了以后才开始唱歌。因为他们说我说范师傅嗓子非常好。我这个人还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一个是脸皮厚，一个是给点颜色就像开染房的一个人。我这个资料上显示啊，这范师傅有一个称号叫民歌小曲库。因为唱歌有些人就说了，有些歌不是你的歌，但是我想了想，歌没有是不是谁的歌，只要你用心去想去练，哪个人都能唱。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里头 你有没有什么歌单之类的？哎，我的歌单都是自己做的，这里做的歌挺多的，但是能唱不能唱的都唱。哎呦你看这歌哇，72首，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都可以点是吧？点了就会唱对吧？可以，这里边有我喜欢听的歌。父亲，哎呦，这不就是唱给您自己的歌吗？因为啥呢？第一首歌就是唱给父亲。想起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不知不觉你鬓角有了白发，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纹。这70岁的年纪啊，这叔叔唱的现场，今天刘和刚没来吗？比刘和刚唱的好听。我想了想，我唱一首军歌吧，叫《白杨》。大姐能会唱吗？好。哎呀，那李大姐有点紧张了。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边疆，北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喽喂，
谢谢谢谢谢谢。还得左霞大姐，知道我们节目时长是有限的，第二段就不唱了，直接收尾。叔叔怎么样？你看我们这个现场的黄金观众是吧？也有知音，所以今天您就尽情享受我们快乐的音乐舞台，好吗？谢谢。挑战之前，范叔有一个特殊的拉票的方式，东西带着呢吗？吹上一段口琴，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学的，不一定吹好，但是我努力的把一首广东音乐《步步高》献给大家。好。谢谢，终于知道范叔身体健康长寿的秘诀了，爱唱歌，爱吹琴，我觉得这个肺活量啊，包括这个每天的锻炼呀、啊，对自己的身体啊特别有好处。是人们就说了嘛，唱歌它是个内部按摩嘛，总的来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谢谢。100秒倒计时开始。把花儿忙，夜里也想老家常，我的老乡，我的老乡，我的老乡，老乡，老乡，看老乡，满园繁红黄，老乡见老乡，笑得嘎嘎叫。山火水也火，国强民也强，从南到北瞅一瞅，一天一个样，从南到北瞅一瞅，一天一个样，老乡，老乡。谢谢潘大叔100秒的演唱，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20位黄金观众投票。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弹幕。中气十足，天赋好，应该走歌手的路子，民歌应该这么唱。祝爷爷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大叔一出嘴就是不一样，棒棒的民歌老顽童，可爱阳光的爷爷，谁能不爱呢？我觉得年龄啊只是一个数字，只要心中有梦想，站上舞台，你看老范大叔就像小伙子一样啊，身体棒棒的，这个嗓音也非常的嘹亮。那接下来范海林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接下来一起看结果。黄金大幕请升起。他说唱到最后我也没明白，您这鞭子戴上来也没抽点啥。有的歌需要鞭子，你像打酸枣呀、桃花红、这个歌看好不需要。这事赖我了，刚才没点上那酸枣，结果整着鞭子今天没用上。没关系，来吧范叔叔，我们看一下，3、2、1，宝相开启挑战成功。哦，宝相成功。
有什么话对全国的老年朋友们讲？希望喜欢唱歌的，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少的，都可以努力的去锻炼，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谢谢，谢谢，谢谢范叔叔，谢谢你，再见。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一百秒。大家好，我是齐慧，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大家好，我是侯旭，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掌声欢迎挑战者侯旭、齐慧，欢迎二位，新婚快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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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这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乌兰木齐的演员，欢迎二位。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非常好看的抢先一百秒，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来，请投票。抢先一百秒，90分。获得了额外的5分加分，祝贺祝贺！二位是工作上的搭档，对吗？对，是做乌兰木齐的演员多少年了？我有20年了。我有13年了。20年看不出来哦。乌兰木齐我们都知道是草原的文艺轻骑兵，对不对？哎，对。而且需要多才多艺，艺专多能。是。所以据说今天二位也会用很多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家乡。对对，我们用魔术的形式为大家带来我们家乡的特产。魔术都会，咱先变变家乡的特产好不好？好。今天我们俩就把我们河套地区的特产带到了现场，您看。哎，空的，什么也没有啊。好，那说来就来。这是我们巴盟的肉被子，还有糖麻叶。哎呀，这看着都好好吃。给大家分享一下呗。好，好，来，各位老师，欢迎品尝。放眼望去，咱们现场的黄金观众吃的多开心啊！是啊，吃着核桃的美食，又品尝着干果，嗑着瓜子，给我的那种感觉，你们就像是在看春晚，对吗？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带来的美食啊，这个干果啊，有什么特点？天下黄河为富一套，说的就是我们家乡的核桃地区。物产丰富，我们那里的粮食好，小麦好，我们的向日葵是全国的三大产区之一，我们其中是之一啊，一定非常美啊。对，遍地的太阳花。对，是。姐姐刚才带来的是？我刚才带的是肉被子和糖麻叶，是我们家乡独特的美食，因为我们那儿的面特别好，特别好吃。所以刚才那个是糖麻叶甜食。对，哎呀，少了个肉一样，我一直以为是羊腿肉呢。这了解之后，我们再品尝起来就是多了更多的滋味在其中啊。好，接下来咱们还有什么乌兰木齐的绝技没有？有，乌兰木齐短小精干，演员一专多能。下面把蒙古族最有特色的这个舞蹈顶碗舞要给大家。哇，是你们俩都表演吗？是我表演。我就说你这发型不像跳顶碗。多做准备啊。
谢，谢谢齐慧。刚才您在这转的时候，我好害怕呀。但是万万没想到，姐姐就是那一个点，一直在转，一直在转。爱的魔力转圈圈，像你想的。你想乌兰牧齐的演员什么样的场合没有演过，对吧？真的是去到哪里就演到哪里。对，对吧？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啊。其实说到这儿，我还真想多问一个问题哈、这个齐慧已经做了20年的演员了，有没有印象最特殊的一次特别难忘的经历？当然有。其实作为乌兰牧齐的演员，我们其实工作的条件是比较辛苦的。就是过去的乌兰牧齐都是人货混装嘛，我们现在都条件好很多了，但是就是在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在任何的时候，只要是农民群众们喜欢我们，我们就会去为他们表演，为他们演出，观众都特别的对我们的工作特别的支持，然后我们在那表演，他们就能一直一直的去观看，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其实是你有特别难忘的经历吗？有，啊，就是乌兰牧齐的这个男士都比较少一些嘛。为什么呢？男士要少一些。人员就少。男的不是又能演又能搬货吗？对，就说这个搬货性别优势吗？我们一天会演好几场，一天可能有的时候会演四场。这个村子演完了之后，就把东西都打包，然后到下一个村子，然后男孩再把它再打开，然后音箱再装起来。然后再演。你这个村演完之后去下一个村，之前要有宣传吗？牧民们知道你们会去吗？知道。有时候我们也去慰问一些没有能力去观看我们演出的，我们也会去家里。对，要到家里给表演。对，就是这样。那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我们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他是在单位里面舞蹈编导。我有一些魔术的基础，对，我们俩一起来用这个魔术的形式，把家乡的一些美好的画面展现给全国的各位观众朋友。是这样的，让我们全国的观众可以坐在电视机前感受我们大草原的魅力，好吗？是啊，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黄金一百秒央视频号，点击央友圈，在这里可以报名发帖，参与实时互动，有机会来现场参加挑战，赶紧扫码加入吧。100秒倒计时开始。何事天似水，套是地中宝，核桃就是我的家，家乡多美好。谢谢我们两位乌兰牧齐的演员给我们带来的黄金一百秒的表演。接下来有请现场的20位黄金观众投票。投票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舞蹈和魔术融为一体，真的很有创意，有传承，有创新，真的很棒。有点没有看过瘾，希望继续努力啊。我们现场还有，看完这个演出，我有点想家了。
因为我也是来自内蒙古通辽的，然后是蒙古族。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也会带我去看一些蒙古族的演出，然后刚刚这个演出让我就想到了小的时候，所以比较想家，看完之后。所以其实我也想说说，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啊表演，对于我们的乌兰牧旗的演员们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啊，因为他们一年可能演出的次数太多太多了。嗯，我觉得今天这个挑战应该算是他们圆梦。从事艺术工作谁不向往着绚丽的大舞台，对不对？像这个姐姐已经准备了20年了，对吧？我觉得算是一种回报，给这样优秀的演员们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结果了，好吗？好，我们的黄金大幕请升起。在开讲之前有什么想说的吗？无论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们一直会坚持我们自己的对艺术的这种追求喜欢，一直会走下去。一起来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3、2、1，宝箱开启。挑战成功，祝贺我们乌兰牧旗的两位演员侯旭、齐慧，你们在100秒的时间之内获得了97票，挑战成功啦！你们的表演无论在什么样的舞台，都是那样充满了感情，永远是活力四射，向你们致敬，好吗？谢谢谢谢，太激动了，非常感谢，期待你们下一次的精彩演出，谢谢，再见，再见。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星辰，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掌声欢迎挑战者李星辰。你好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开场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激情四射的怒放的生命，作为抢先100秒的亮相表演，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投票。来看一下抢先100�秒的分数，81分。谢谢谢谢，一点小遗憾，但是还不错。退伍老兵啊，哪几年在部队里面呢？我是2000年在河南洛阳，陆军，然后是2012年，当了12年，12年兵。退伍之后呢？退伍之后就一直在，有时候做一些短视频什么。近几年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因为组过乐队。在部队还能组乐队，太潮了。因为当时有好多那个小伙伴都特别喜欢这个音乐，就志同道合，然后就走在一块儿。是什么样的乐队呢？摇滚乐队吗？不是说那种纯粹的摇滚，偏一些流行这样。那个时候小伙伴们在一起唱的最多的歌是？唱的最多的基本上是那个，像我们那个年代就 Beyond 乐队的比较多一些。你最喜欢的是哪首？很多啊，你像真的爱你、光辉岁月，然后海阔天空，很多。现场要不在这儿来一首？来一小段吧。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我先托付一句哈，那个大姐，这个海阔天空这个不是张学友的歌好吗？Beyond 的歌啊。今天我寒夜里寒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谁会再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
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多多。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不会了理想，所有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我听到这句真没听懂，不知道讲什么。我现在还是你们唱的很棒，很声音很好，但是呢，我还是喜欢军哥。我以为大姐一激动，我说好多人唱这个歌，我都已经学会了。啊，她声音真的很好听，真的好好听啊！刚才说聊到这个 Beyond 的歌，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校园，想到自己的同学，然后像星辰他在部队里想到自己的战友。啊，战友们现在还有联系吗？从我们退伍之后啊，基本上就没有再见过面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不同的时候退伍的，因为不是同一年当兵的嘛。我们其实我特别想就是见一下，就是当年的我们的一些小伙伴们、战友们。这是你的一个小心愿，对吗？是的，是的。也许战友会看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我希望咱们还跟当年一样，如果有一天再能重聚的话，一起玩音乐，开开心心。在登场之前，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拉票的方式，给大家播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Hello， 大家好，我叫林旭东，是星辰的战友。嗨，星辰哥你好。想当初呢，我们也是因为音乐而相识。听说你要参加黄金一百秒，我也为你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工作原因呢，不能到现场为你加油助威，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为星辰投出宝贵的一票。最后呢，预祝你挑战成功。谢谢谢谢，他当年是那个主唱，然后我呢就是那个吉他手。期待你们兄弟重逢，谢谢谢谢，真的有属于你们，再次重组，纪念你们光辉岁月的这样的一次机会。谢谢谢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文艺频道页，往期内容随时看，幕后花絮抢先听，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同时登录央视文艺客户端参与节目的各类互动。一百秒倒计时开始。重新扬起归家的一双手，在他生命里仿佛地垫起去，下山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苦涩斗争中，你越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年只有尘劳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时常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得，有请我们现场的20位黄金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弹幕。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向退伍军人致敬。逐梦的人很有勇气，兵哥哥加油。不够放松，感觉还是有点紧张。我现场观众啊，真的观察得还蛮细的。李星辰他是退伍之后，这是这十年第一次登上舞台啊，多少可能有那种压力，或者有一些感怀。特别是他选的这首歌，也是纪念他的青春的岁月，纪念他们这支乐队的光辉岁月。其实我想说，好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光辉岁月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可以值得纪念。这位先生，您的青春记忆的歌是哪一首？就是我经常听到《外面的世界》啊，齐秦的歌。对，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外面的世界哈、啊，很经典的一首歌。来，这位姑娘也在举手啊。我是90后，但是我青春的记忆是我们班的班歌。哦，你们班的班歌啊？对，你们一定听过邓丽君的歌。如果没有遇见你，这是你们的班歌啊。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他一聊到我们的青春的时候，聊到我们的记忆当中的那首音乐，好像它永远不会褪色。每到那个旋律响起，就会想到当时我们那个最纯真的画面，那个最灿烂的笑脸。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挑战选手哈，星辰，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幸福甜蜜的回忆啊。没错。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结果好吗？黄金大幕请升起。来吧，我们来揭晓答案。按下我们的宝箱，3、2、1，宝箱开启。哦，有一点点遗憾啊、哦。没有没有，特别好。黄金一百秒，我们现场给出的分数是89分，差了那么一分啊，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的大的黄金奖杯。换成了一枚黄金勋章啊、特别好，这个更精致一些，可以戴。兄弟们会看到你今天的表现啊，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依然会以你为荣。是的，是的，谢谢谢谢。期待你们兄弟们能够早日重逢。好的好的，把没有唱完的这首歌继续唱下去。感谢感谢大家，继续加油，再见。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没错、啊、这一个小时4个100秒怎么一转眼就挑战完了。对呀，又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夜晚，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喜不喜欢今天晚上的演出呢？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黄金舞台碰出精彩，吃金子总会发光。可以啊！有时候我是做那个吉他手，然后就给他们和声这样。对，有拉麦。杨帆哥刚才说了，说我们乌兰牧区，咱俩谁大？哪年？我87年。确实你大。这我91年。每个人都一样，只要你努力的去练，都有机会能给。广大的观众去唱歌，真的，兄弟们会看到你今天的表现啊！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依然会以你为荣。谢谢谢谢，太激动了，非常感谢。